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接下来心怡要带大家用 Google Trends 来热搜一下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美国。好，美国登上热搜第一名的是这个金州勇士哦。那么主要呢就是这个美国职篮 NBA 西区的季后赛首轮在16号的时候开打哦。那么这也是继2006年之后呢，国王队首次在季后赛上面对上金州勇士。那么这一次呢，国王队我们先讲结果，国王队以126-123。的三分差气走了勇士哦，那么也拿下这个季后赛的第一场胜利。不过其实这一场比赛国王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他们一度还落败这个勇士多达双位数哦。那么还好在第三节的时候打出了一波的领先，那么最后成功的压制勇士。那么勇士的这一场比赛呢，三分球总共出手了50次，那么只有命中了16球。那这个赛后的总教练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有坦言说，的确这一次的比赛呢是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出手，但他也有去剖析说，其实勇士的打法本来就是比较有侵略性，所以有一些比较快的出手，那当然准度就会可能没有这么好这样。那他也说第三节的时候这个国王队打得非常出色，所以也对勇士来造成伤害，所以看得出来这个 NBA 之后可能还是会有多次登上热搜话题。对，因为现在就是更多的这个重点讯息已经不在了，所以现在又转回到这个体坛的盛事比较多。好，我们来看英国，英国同样也是体坛的焦点哦，他是英国拳王 Joe Joyce 的这个热搜话题哦。那为什么是他呢？因为现在这个拳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保卫战16号的时候在伦敦登场哦。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英国拳王 Joyce， 他跟中国大陆一个好手叫做张志磊，两个人在进行对打哦。那前16回合都是连胜的 Joyce， 那这次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好手，究竟结果如何呢？缠斗了多个回合，在第6回合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好手张志磊哦，适时一拳击中到 Joyce 的右眼。那现场的医师两度检查之后，由裁判宣布张志磊完成了技术性击倒获胜，终结了 Joyce 连胜的记录哦，所以让他挑战乌克兰拳王这个乌西克的梦想就此破灭哦，所以大家当然很不可思议，居然是中国的好手把他打败了。那 Joyce 赛后之后对自己也非常不满意，他说他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夺回冠军腰带的机会，所以非常的激烈，成为了英国的热搜。好，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日本的热搜话题哦。日本登上热搜话题的是这个北野武电影，叫做《手》哦。那么北野武他是一个日本非常知名的导演哦，那他暌违6年有一个新的作品就是手嘛，那他预计在今年秋天的时候会在日本来上映，但是秋天上映，但是为什么现在登上热搜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在这个15号的时候先举办了一个电影完成报告的记者会，那大家当然会非常好奇说，这个内容还有一些卡司是什么？那这个手呢，其实它主要是这个改编从一个小说，那这个小说也叫做手，那主要是描写这个本能四肢变。这个本能四肢变是在日本战国时代有一场非常关键的谋反哦，所以感觉应该也是蛮精彩的，而且大家就关心到这个演出的阵容非常的豪华哦。这个导演北野武呢，他亲自来扮演这个羽柴秀吉，然后加濑亮扮演织田信长哦，所以就是很多这个日本非常战国时代有名的名将，其实都会有非常知名的演员来扮演。那这个北野武也有说，他其实在1993年执导电影奏鸣曲的时候就已经构思要拍这个电影，所以其实等于是有30年的时间都在想这件事情。那加上现在有这个历史的热潮，还有非常优秀的演员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完成这部片，所以他也认为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来拍这部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呢，它制作费非常的高，高达15亿日币，大概是34亿的新台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个电影应该是规格很高，然后最后大家非常的期待这样子，真的是蛮期待的哦。好，我们看到刚才美国、英国都是体坛的焦点，然后现在日本是娱乐盛世，是再来韩国也是哦。这个热搜话题就是李帝勋哦，李帝勋跟这个金义胜还有表意珍他们有主演一部叫做《模范计程车》系列的影集啊，我目前是没有看过，不过有再稍微掌握一下它的这个内容哦。它是用各种轰动社会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然后以恶制恶的剧情。
他在2021年的时候有播第一季哦，创下了韩国单季最高有16%的这个收视率，然后平均有12.65%左右的这个收视率加基。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再推出第二季，然后15号就播完了。那我觉得最近韩国好像对那种以恶制恶或是黑暗荣耀报复型的这种剧集好像蛮有潜力的，大家可能压力很大，就是看了比较大快人心。哦，对，可能这个现实当中没办法做了之后，用看戏剧来纾解压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模范计程车二》就是第二季在15号的时候已经播完了，单集的收视率冲上21%哦，那全季的平均是15%，都超越了第一季的记录，创下韩国本年度所有迷你戏连续剧的最高收视率20%耶，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哦。好，那这个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李帝勋哦，他在第十五集的时候有展现一个百变的演技哦，这个装疯卖傻，然后搞笑还搭上一些大量的动作的这个场面，然后也展现他的这个肌肉身材。哇！所以大家看完《暴富》也要看一些养眼的，所以成为了韩国的热搜话题。那台湾现在有在播映啦，不过也是在一些这个串流平台上面，所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那欢迎自己去上网找一些这个合法合理的这个串流平台来收看。是，好，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香港的热搜话题。我们刚刚看到体育跟娱乐，香港关心的就稍微比较严肃一点点哦，是这个。苏丹登上热搜第二名，台湾登上热搜第三，美国也有热搜第七，新加坡也有热搜第四。主要就是因为苏丹现在在发生这个政变冲突，而且这个政变冲突在15号的时候扩大了，主要就是这个苏丹的正规军呢，还有这个苏丹的准军事部队，他们叫做快速支援部队，在很多个城镇开始交战了。目前知道至少有56位的平民死亡，还有595人受伤哦。那么现在网络上也有出现说，哎，这个战机在他们的首都这个克土木上空飞行的一些画面，然后还有坦克车在首都的街头来行驶，甚至还有碾过轿车的影像，都是非常冲突的影像，现在很多网络上都有出现这样子。那么很多的航空公司现在也已经就是暂停起降苏丹这里。那么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个北非国家苏丹的正规军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快速支援部队的武装冲突其实恶化之后呢，在很多个大的城市在16号的凌晨就爆发非常激烈的这个枪战，那么光是在首都就有17个平民在这里罹难哦，然后另外还有数十名的士兵死亡哦。那么现在当地的居民当然是也是非常的害怕跟恐慌，他们说其实他们现在都待在室内不敢外出，因为怕受到波及嘛。我们看到这个影片里面坦克车都在首都里面这样子开，当然大家会害怕。那么他们的民众本来也没有预期说这个冲突会加剧，但是他们说现在很多道路都封闭，还是很多人被困在路上。对，其实苏丹政变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全球都蛮关注的焦点。好，我们再来看台湾哦，台湾我今天讲的真的好多都是体育话题哦。对，台湾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张玉成，不是真的国防部长，是被叫国防部长哦。有看这个之前 WBC 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厉害。结果呢，他之前其实哦有一度是比较低潮的，不过在16号的比赛哦，美国职棒大联盟这波士顿红袜迎战天使，那这个我国好手张玉成就再次获得了先发机会，担任第9棒的游击手，就先前累积16打数零安打的闷气哦，终于一吐了，他在4局下哦将球扫出了分威球场，然后还首支安打就是1发2分炮，然后替红袜逆转战局取胜。所以哦，他在赛后有受访嘛，他说：“哎，其实蛮谢谢球队给他机会哦，每天持续上场的机会。”我大概懂他的意思，因为有人会觉得你前面的状况都不好，我就不让你上场。但是球队算是蛮信任他哦，所以让他都持续上场。尽管开季的打击状况，他说不太好，但是他今天能抓住机会敲出全垒打，他非常的开心哦。那不止他开心，不止这个美国职棒的这个球队开心，我们台湾也很开心，因为这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嘛。对，所以这是一吐了这个之前的低潮，然后大家说继续发挥国防部长的身手吧。对，没错，就是台湾之光哦。好，那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这个新加坡的热搜话题，也是比较严肃，登上第三名的是一个人名，叫做这个阿提克阿马德，他是一个印度黑帮前议员哦。那为什么会登上热搜？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个
15号的时候，因为他本来有这个谋杀跟伤害罪嫌遭警方移送，但是他和他的兄弟叫做这个阿许拉夫，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在移送的过程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居然突然被人用手枪近距离的朝头部开枪，所以等于是两个人就在这个媒体的镜头面前当场死亡哦，所以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哦。那么外国媒体报道说，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5号晚间10点多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到，他们两个兄弟要被警方给拘留，然后要移送，两个人是手是被手铐铐在一起的，准备要到医院来接受相关的一些检查。没有想到，警方在旁边借护的过程中，媒体在采访的时候，突然有这个手枪非常靠近这个阿提克的头部的旁边哦，然后他就近距离的朝他击毙，而且他倒地之后还补开了很多枪，另外还多出来两名枪手，就是击毙他的这个兄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阿许拉夫、哦，那么这个影片呢，因为他在镜头前面，所以当然这个影片也会在网络上疯狂的这个流传哦。那么警方在事件的当下就马上逮捕了三名的枪手。那他们发现说，其实这三名枪手本来是伪装成记者媒体在采访的，然后之后就找机会就是开枪这样子。那有一名警察还有一名记者也受伤。那现在这个枪手行凶的原因现在还有待调查。对，确实蛮可怕的，尤其因为媒体在访问的当中嘛，突然这个画面一定是直接放送、哦、所以可以想见那个震撼力有多强。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接下来我们要 Google Trends 带您来热搜一下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话题。我们第一个自然还是先看到美国，请这个易欢帮大家来分析。美国热搜关键字是 Lakers 湖人队，主要就是因为现在 NBA 的季后赛已经开打，那很多人都开始看了嘛。那湖人队其实他们前面打好像不特别好，但是最近开始表现不错，在当地时间17号的时候，他们跟这个灰熊队开始比赛嘛，那当时也是这个系列赛的首战，结果没有想到湖人队以128-112拿下胜利。但其实这个整场比赛啊，要是有看的话，会觉得它其实蛮惊险的，因为两队他们其实一直在拉锯，那一度呢有6次平手，然后还有9次互换领先。那其实湖人队他这次可以拿下胜利，主要就是有5个球员表现都相当的不错，像是詹姆斯他就攻下21分、11个篮板跟5助攻。那另外先前受伤的戴维斯他这次也有上场，他拿下22分跟12个篮板。那灰熊队这边其实他们有一些球员是表现的不错嘛，但是这次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是这个莫兰特，因为莫兰特他在末节的剩下5分48秒的时候，他有一个突破的上篮，就因为他在这个上篮过程中啊，他不小心撞到这个戴维斯，就后来被裁判判说他犯规。结果呢，这样之外，他因为摔下来，所以他的这个右手腕还因此就是往内折。然后结果他后来就是赛后之后就去做 X 光检查，就是说虽然初步检验为阴性，但是我觉得运动人他们当然都对于这种身体受伤自己都很担心嘛，所以又担心说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第二场可能没有办法上场，又或者是他会影响整个球队接下来在整个赛季的走势，他就是也相当担心。那当然大家也很关注，也因此成为了热搜。哦，美国现在每天的热搜话题的题目都是 NBA 吗？都是篮球啊，或者是体育赛事等等之类的。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话题是 shingles， 就是带状疱疹哦。其实这个对于亚洲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蛮常见的。好，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的热搜？是因为英国的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何丽魏洛比哦，他在17号发文说，自己得了带状疱疹，所以未来一周可能都没有办法出席这个 This Morning 这个长青节目哦。那他从2009年就开始当这个 This Morning 的共同主持人。那10年前在节目上、哦，他有曾经叫意大利主厨把这个意大利面改成英国版，所以当场让这个主厨有点傻眼、哦，所以后来他反而还爆红。好，那带状疱疹是什么呢？如果我讲两个字哦，台语讲。胚抓、大家更明显知道哦，胚抓就是带状疱疹啊、它其实是这个一连串的红斑跟水泡。我最常听到就是说什么在腰部如果它围成一圈是会死掉，对，最常听到这种说法、哦。那其实它是在各个年龄层都会引发的、哦，它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皮肤病，所以、哦、如果有感染过水痘，他们说这个病毒会潜伏在脊髓的末根神经，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会
压起来就会生长，然后繁殖，所以就会有胚爪。那最常出现的部位就是胸部跟背部哦。那怎么样子可以预防呢？其实新冠肺炎这个康复之后，带状疱疹风险是增加20%，蛮多的，所以每个人都要特别小心哦。所以保持正常的作息，不要过度劳累，让免疫力提升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英国的热搜话题。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的热搜关键字是岩井明爱，它也是跟运动相关的话题呢。主要就是因为她是日本埼玉县的高尔夫球女将，她今年其实才20岁而已，真的相当年轻，她表现很不错。这个月16号的时候，她参加了这个范德宁女子公开赛。那一开始的时候，她其实表现没有特别好，但是后来她进入状况之后，就越打越稳定嘛。那高尔夫球其实它就是你打到越后面才会知道最后的一个成果这样子。那她最后的成绩是打平标准72杆，那她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7杆拿下这个日巡的首胜。那除了她自己很开心之外啊，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叫做岩井千莲，她在知道说姐姐得到冠军了之后，也感动落泪这样子，因为她们两个姐妹好像是从小就开始打这个高尔夫球。那去年她的妹妹就连续赢得这个 NEC 青井泽72高尔夫球赛，还有这个 CAT 的女子高球赛的冠军。那这回这个岩井明爱她也获胜了之后，就等于说她们两个姐妹是成为史上第三对在这个日巡赛上夺冠的姐妹。那另外她们也是史上第一对双冠双胞胎姐妹，那所以也因此成为就是日本的热搜。因为大家好像对于就这种体育相关赛事，我觉得各个国家好像都会很关注，尤其自己国内的。对，所以其实这个体育市场蛮大的，对，然后又很有话题，因为双胞胎姐妹嘛，对，然后又都得冠军，对，对不对？所以这是日本的热搜。好，接着我们还要来看到是南韩哦。南韩的热搜话题不止南韩人关注，我和全球都很关注，因为他们其中这个 BLACKPINK 的这个成员 Rose， 他是不是就是最近有传出有绯闻？对，就一张聚会的照片。对，你看连这个易欢都非常关注哦。他其实就是有跟比他大16岁的一个韩国男神来热恋哦。这个韩国男神叫姜栋元吧，所以他这个热搜话题就是姜栋元跟 Rose。好，那他们说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在韩国的网站上面真的是大疯传哦，大家就开始像名侦探柯南一样哦，找细节找线索，没错，什么戴情侣的项链啊，穿情侣装，甚至还有许多共同友人说他们二月的时候在 LA， 然后还有一起出席私人的聚会，同框的画面都流出来，然后甚至还有网友说他们在韩国的清潭洞某间居酒屋也遇到他们两个，这么巧？对，就是好像现在以前都没有人讲，就自从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大家说对对对，我看到他，不知道是不是看到真的本人啊。然后后来这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在说，原本这个 YG 娱乐回应说这是艺人的私生活，难以确认哦。难以确认这四个字好像很模棱两可，对，又留了好多想象空间哦，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这一定是啦，所以只是不敢高调的讲，但是默默的帮这个 Rose 还有他们来认爱哦。就后来这个 YG 原本不想随外界起舞，不过后来还是真的没办法，就发了声明说，哎，传闻不属实哦。他说无法确认 Rose 的私事，然后谣言持续的流传，所以他再一次发表声明说这些约会的都不是事实哦，所以帮忙杜绝这个假消息。所以这是他们是觉得真的烧得太大了，所以公司才赶快出来。但是谁叫他讲难以确认，对不对？没错，如果不讲难以确认就说这是私事，然后由他自己出来讲或是什么的，那就还好。你讲难以确认，就空间很大，给大家很多遐想空间。哎，代表这个公关处理有点危机。对，没错。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香港热搜关键字是这个大脚星病毒，就是跟新冠肺炎相关的话题。它其实大脚星病毒是先前这个 XBB.1.6 的病毒变异株。那它之前在印度大流行了之后，其实陆续有在29个国家跟地区也是有出现这个相关的病例。那最近香港也是出现了几例个案，但是目前他们推估都是境外移入，还不是境内的感染，但是我觉得当地的居民当然会比较担心，因为又跟疫情相关嘛。那这个香港传染病学者他的许树昌他就有说，他说虽然这个病毒目前还没有在香港境内扩散，但是病毒传播性当然是比较高的，但是没有到这么严重，要大家先不要太过担心。那他说，但是这个病毒对小朋友来说会发生这种结膜炎的状况。他说，如果家长担心小朋友说最近出现结膜炎啊，会不会有可能感染这个病毒？那保险起见，当然你就
去医院检查一下，你自己也心安了。那另外这个许树昌他也说，目前看来这个新冠的口服药对这个大脚型病毒是有效的。那他说，虽然先前香港当地有放宽一些口罩的政策，那目前大家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在外面都是会佩戴口罩的，所以要是即使这个病毒有开始流传的话，大家有戴口罩，真的风险也是会相对再降低一点，所以就是叫大家真的是先不要太过于紧张这样子。对，讲到口罩，真的不止香港这个疫情上面的新闻是话题之外，台湾同样也是，我们就来看台湾的热搜，就是口罩解禁嘛。对，这个一欢知道我们口罩禁令维持了多久吗？我那天好像有看到新闻说大概800多天，是不是？哎，没错，就是867天，能想象吗？我们戴着口罩的日子867天，竟然这么多天。终于结束了，在17号这一天哦，所以也登上了台湾的热搜话题。好，17号这一天是怎么结束呢？就是大众运输工具现在你也不必一定要戴口罩了，就是你可以自主性的戴哦，所以就是建议佩戴。那现在这个大家可以不戴之后，但是其实第一天在大众运输上面还是有戴。那我个人啊是比较建议说要戴，因为我曾经就在疫情期间，我看到这个捷运上面有人是直接打喷嚏，然后打很大，然后他当时也没有用手捂，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如果他没有戴口罩就太可怕了，因为那个飞沫这样喷溅，然后又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戴，所以我也是跟指挥中心采取一样的策略，是建议大家戴口罩。好，不过17号这天还是有些地方规定要戴哦，是医疗长照机构，那其他地方都是自主佩戴。那像是医疗照护机构跟救护车上面是维持强制戴口罩，如果你违反的话，就可以用传染病防治法要开罚你3000元到15000元的罚锾，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不是说哎完全就不用，有些地方还是有相关的规定，所以要特别注意。接下来看到的是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它是亚历山卓格兰。那他是谁？他其实是这个杀神基努里维的女朋友。但是其实大家要是有关注基努里维的话，应该知道他最近就是捍卫 Week， 对，捍卫任务四，他最近在宣传如火如荼，结果他没有登上热搜，反而是女朋友登上热搜，就是因为这一张照片。就是先前这个亚历山卓格兰他出席一场艺术活动的时候，那基努里维他也惊喜同台现身，甚至两个人还在这个当众拥吻，然后大家就现场全部被闪瞎，这样就觉得天啊，他们两个感情也太好了吧。那他们其实是从2019年公开恋情之后就一直交往到现在，其实时间也是蛮长的了。但是你不要看这个亚历山卓格兰，他好像头发就是比较白一点这样子，会不会以为说他跟基努里维是姐弟恋？其实不是，基努里维年纪比他大，这个亚历山卓格兰他年纪比基努里维小9岁，所以其实两个人是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头发的颜色会让人家误人，有一点，对不对？对，有一点，就可能很多人你没有去关注的话，就会以为说，哎，他们是不是姐弟恋？其实并不是，基努里维年纪还比较大这样子。但是这个亚历山卓格兰啊，他其实是这个艺术家，他每次出席活动其实都打扮得相当漂亮。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而且很有个性，所以也让他看起来比较不会说，感觉年纪好像因为头发很白，好像年纪看起来很大这样子。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但是基努里维他每次他跟他又不太一样，他每次出现都是这样。长头发，然后胡子没有刮，所以蛮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基努里维为什么每次造型都是这样子，有点蓬头垢面。不过大家热爱他的粉丝还是很喜欢他，就觉得超帅。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是很帅的人，就算蓬头垢面，他也是帅的乞丐，所以这种感觉就是有点类似啦。对，喜欢的人还是喜欢他，就帅就是帅嘛，对不对？要继续带大家来掌握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接着，我们用 Google Trends 带你来热搜一下，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我们请心仪来帮大家分析。好，美国登上了热搜第一名的是这个波士顿马拉松哦，然后在香港跟台湾也登上热搜的第二名哦。那么主要登上热搜是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10年前这个波士顿马拉松发生了爆炸案嘛？是，对，那个时候其实全球都很关注，因为也死伤很多的人哦。那么在今年呢，已经是10周年了。不过赛事的部分大家也很关心哦，因为在这个美东时间17号上午就开跑这个马拉松哦。那么之前的世界纪录保持人是这个肯亚的选手，叫做基普乔格哦。那但是他今年没有办法卫冕哦，他之前世界纪录是2小时1分9秒、哦、那么今年呢，这个拿下
冠军的是同样也是来自肯亚的，叫做这个切贝特，他是以2小时5分54秒的成绩爆冷夺冠。那么之前的这个世界纪录保持人这个基普乔格哦，他虽然在出发的时候一直是保持领先的，但是他在过了一半之后体力就很明显的下滑，然后在3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被超越，最后比赛只有排名第六，那他最后跑出的成绩是2小时9分23秒，而且这也是他最近比赛最差的一个成绩哦。那么女生组的冠军呢，就是这个奥比里哦，那他也过去也曾经两度得下这个奥运5000公尺的金牌，那他的成绩是2小时21分38秒。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今年同时是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满10周年哦。那么其实在这个15号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就是当时这个受难的可能家属等等的，他们也有到这个终点线，还有现场来举行一些纪念仪式，然后在这个市长的陪同下，他们也有游行，然后到这个现场，所以也登上热搜话题。对，所以美国关心的是这个马拉松开跑的议题。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话题就是 Johnson 哦，为什么是他？他不是已经辞去了这个英国的这个总的首相的位置哦？他其实对2022年的时候，他因为很多这个丑闻哦缠身就下台了。不过他现在大概是用这个演讲费哦来赚这个演讲费的方式来维生，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有想说要再投入政治哦，所以目前他其实是这个阿克斯乔与南路易斯利普的议员候选人，不过他的民调在这边不是非常乐观哦，所以很多人都在思考说他是不是会转战另外一个区域哦，因为另外一个选区哦，这个保守党的这个资深议员豪威尔他已经宣布要退休，不会寻求连任了。那这个地方又是保守党的铁票仓，所以很多人说 Johnson 可能会直接转投到这边，所以有传说他有意吃下铁票仓，那也成为了这个大家的热搜话题哦。我觉得 Johnson 真的是退而不休，对，就虽然已经辞去了这个首相的位置，但是还是不断在政坛上有一些讨论啊。对，有时候还会爆一些秘辛。他的名气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啊，不管是其他国家的人也是这样。对，当时这个疫情的时候，他就讲那个群体免疫，对，对不对？轰动，就他自己马上就染到新冠肺炎，所以这个东西有一直让大家都印象深刻，所以这也是英国的热搜话题。好，接下来看到日本的热搜话题哦，哎，不知道一伦有没有吃过这个乌龙面，叫这个丸龟治面。有，对，他登上热搜话题哦。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不止在台湾很有名，他其实在日本也是蛮有名哦。登上热搜主要就是因为日本朝日电视台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周一下班探险队，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这个丸龟治面，就让现场的来宾来猜说，这个这么有名的乌龙面店呢，这个丸龟治面前十名的菜单是什么？那其实当天节目上有来宾猜第三名应该是他们有一个很多人吃乌龙面都会配的天妇罗料理，但是结果出来第三名是炸鸡。那前两名当然是他们的这个招牌的乌龙面嘛，因为毕竟这个店是乌龙面店。那但是虽然说这个天妇罗料理没有拿到前三名，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有讨论说，其实丸龟治面的天妇罗料理非常的受欢迎，甚至有人说它就算连冷掉都还是好吃，那还蛮厉害，因为它是炸物嘛，炸物冷掉通常就是大家就不会想要吃。然后也有人说，就算说他去丸龟治面没有点乌龙面，还是会点这个天妇罗料理哦，所以可见这个非常的受到欢迎哦。真的天妇罗料理这么好吃哦？对，我们下次也可以试试看。对，因为我们好像都没有这样子，都是主要都是吃乌龙面为主，对，所以不会特别去点一个配菜，就现在配菜变主角。没错，讨论度很高。好，我们接着来看南韩的热搜话题，就是首尔航空哦。这个讲到首尔航空，你都知道，因为现在当疫情啊，这个结束之后，大家都疯狂的出国玩，那会登上热搜话题哦，不是什么股价，是他们的这个票价非常的便宜。哇，好，这个17号他们宣布18号要开卖0元机票，哇，这种3年前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对，就是大家开始疯抢这样子。对，那这个出发时间是7月19到7月20号，那只需要付燃油费还有机场设施的使用费等等哦。那10点就开卖，像是东南亚的航线，下午2点再卖日本航线，然后会卖4000个机位哦。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它到底是多便宜哦。其实这个仁川飞东京的成田机场大概是新台币
1282元，哇，很哇，第一讲哇，代表很便宜，对啊，是吧？还不错吧？但是我就没有什么概念，你比较常去日本就有概念，不错。好，那当然还有这个仁川飞大阪哦，则是新台币1192元，然后如果飞东南亚的长滩岛，则是1615元。我讲的都是新台币，所以大家说这个价格是砍到快建国，所以这个消息公布之后，为什么会成为热搜呢？因为大家都在搜寻，所以马上就成为南韩 Google Trends 的关键字第一名哦，所以可见大家疫情结束之后真的是闷太久了。最近机票真的是大家非常关心，因为那个 ANA 也最近有爆出一个 bug，就是它越南的网站，如果你买商务舱对不对？头等舱、头等来回，它 bug 出现只可能只要3-4万，有人甚至买10000多块就可以搭，而且 ANA 还认赔，就真的让这些人用这么便宜的价格来搭这些。好，那新有没有买到？我没买到。那这网友有买到，下面留言喽。对，好，这是南韩的热搜话题。好，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香港，香港登上热搜第二名的是稻香哦。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他们这个香港粉岭碧湖商场的稻香茶楼会登上热搜呢，主要就是因为17号早上他们早茶的时间，结果他们的这个8公尺长、2公尺宽的假天花板突然掉落，我可以想象这真的是蛮惊悚的，因为大家在吃饭，然后看到这个图，这就这样突然砸下来、哦，这个下面的人也太对，而且其实那时候还蛮多人在用餐的，但是还好没有人员伤亡，不过也有讲说真的是很多民众会吓到，因为那个时间其实蛮多长者在用餐的。对，然后你看你旁边这个图，就一个。他是要拿拐杖的，对，所以代表行动不太方便。对，因为很多长辈嘛，然后他们就是现场也有民众来拍影片，就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长辈被吓到之后，赶快扶着这个他们的这个助行器，想要赶快离开这里。但我们刚刚讲还好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他们现在也在调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那这个稻香集团他们就有讲说，哎，其实他们所有的工程呢都是经过专业工作人员有验收完工的，所以其实这些原因都还在调查中。但是他们现在这个酒楼就是暂停营业，要等到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之后才会恢复运作。然后香港他们的这个屋宇署的发言人也有讲说，他们检查就整个结构其实是没有明显的危险，那他们现在就是要勘测，然后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就是希望找出这个相关发生的状况。蛮惊悚的，吃东西吃到啪这样掉下来，真的会吓一跳。还好没什么大碍，不然这个可能不是只有 Google Trends 的热搜。对，我觉得它应该是可能是因为是木板的结构，所以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重吧，我在猜。对，有可能。对，好吧，反正这种就是一个安全上的问题，要赶快来解决。是，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啊，台湾的热搜话题是黄海。哎，黄海其实距离我们有一点距离哦，所以大家还会搜寻也是蛮特别的。我想应该也是最近两岸的情势又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哦。好，这个中国大陆的青岛海事局哦，在17号这天公布说，哎，我们18号早上9点到12点要举行一个重大军事活动，所以这个禁止航行，马上就发布了，然后大家就知道说他们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军事的演练。好，那我们这边的国防部也是持续在关注，所以发言人就说，台海周边的海空域动态都会以非常严肃跟谨慎的方式来应对跟处理，如果对区域的安全跟台海安全有重大冲击，会适时运用发言的系统对外来公告与说明。好，因为早上9点到12点这个区域大概是3个小时时间哦，不算非常长，而且区域也比较小，所以有这个大家就有讨论说，应该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操演科目。不过其实我们这个前一天的节目上有特别讲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是因为 G7 的外长会议对就在日本近景泽，所以有可能也是对此来做一些这个宣示说，哦，你们在那边乱，我这边也要来秀一下肌肉，有可能是这样啊。当然这个要看中国官方正式的说法是什么，但我也知道他们不会说什么，所以这就是大家讨论的话题了。好，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刚刚伊人有讲到这个 G7 外长会议现在在清景泽来举行嘛，那他们另外还有一个 G7 的能源环境部长会议哦，是在日本的这个北海道札幌来举行哦。那么讲到这个环境，其实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哎，到底有没有讨论出个什么结果？那他们现在呢是有承诺说要加速的逐步来淘汰没有加装碳捕捉跟碳储存装置的化石燃料，希望最迟到2050年可以实现所谓能源系统的净零排放哦。那当然，他们也呼吁其他国家一起来采取这个减碳的行动。那么在煤炭的方面呢，这个就有一些分歧哦。主要呢，其实他们成员国都是同意说要采取这个优先采取具体和及时的步骤来加速
淘汰国内未消灭的煤炭发电。那他们当然就是希望在2035年之前可以至少实现主要电力部门的非碳化嘛。那在法国的支持下呢，英国跟加拿大他们是提出了2030年为了要彻底淘汰传统煤炭发电的最后极限，但是日本，因为日本我们知道它的能源几乎都是仰赖进口的嘛，那他们希望说这个液化天然气可以至少作为一种所谓的过渡燃料，至少10到15年，所以他们也会继续的使用这个煤炭火力发电。所以在这一次这个 G7 的集团会议上呢，其实是没有定出提前结束燃煤最后的一个相关的期限。那么这也表示说，其实各国还是会依靠天然气来补足潜在的能源短缺。每次这种环境的会议哦，谈到最后就有一点没谈。对，因为这跟大家的这个发展还有利益有很大关系，对，都是有很大的关系。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接着我们用 Google Trends 带你来热搜看看。伟晨跟我们一起来搜搜看各国的网友都在热搜什么话题。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好，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福斯新闻。那他们在18号的时候以这个7亿8750万，也就是新台币高达240亿。的这个金额呢，来跟这个投票科技公司 Dominion 来提出这个和解案。那实际上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大选，大家还记得川普跟拜登当时打得如火如荼。对。然后后来因为拜登其实就因为他们的投票制度跟我们比较不一样，是不一定要每个人到现场去吧。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有发生，就是有一些阴谋论指控说，哎，拜登阵营好像有跟这些的投票的科技公司挂钩，然后所以导致最后川普就输了。嗯。但是这些计票公司当然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指控我呢？污蔑我。那时隔了几年，你看现在2023年，然后他们就是决定以这样这么高的240亿元的金额去和解。那主要呢，它是可以避免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福斯新闻的老板就是这个媒体大亨梅朵嘛，他已经92岁了，然后如果让他站上就是那个听证席哦，那可能这个画面是不太好看啦。但是可能福斯新闻他们没有因为这个和解案这件事情就结束，因为告他们的不止一家公司哦，那甚至是还有这个福斯的前制作人也控告他们福斯的律师曾经要求他在法院上面做伪证，好，所以这个福斯新闻可能之后还有这个官司还有很长的路要处理。对，所以看起来这个我知道这阵子哦，美国跟台湾都蛮关注这样的新闻哦，因为确实感觉这个跟川普嘛，因为马上又要选举了，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讨论度也蛮高的。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话题是 and。好，为什么是 and 哦？结束，好明确哦。谁结束呢？是 Netflix 这个影音串流的龙头哦。我们知道它之前是 DVD 出租起家嘛，那走过25个年头哦，它就正式终止了 DVD 的邮寄服务。伟晨还记得以前 DVD 的租借时代吗？有，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有去百视达租过。对，可百视达那时候还算贵的，对不对？还有很多那种零零星星比较小型的，有像亚艺啊，或者是比较更独立的那种店。没错，他们2019年哦，其实还出租了50亿张的 DVD， 还为此庆贺哦。那后来呢，这个 DVD 的租赁业务哦，也是贡献了4600万美元哦，大概是14亿的新台币左右。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下滑到1.45亿美元。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急需下滑。好，那当然现在谁还会再借 DVD 嘛，对不对？都是看这个网路哦。不过像是有一些美国农村地区，有一些地方的网路是不稳的，所以其实还是有这样子实体 DVD 寄来的过程。然后很多人说这是现代人享受不到的浪漫啊。不过因为这真的是急速下滑，也几乎没有人在用这个 DVD 的邮寄方式了，所以他们也正式终止了 DVD 的邮寄服务，等于是一个时代的眼泪正式告终，所以才是 and 这个热搜的关键字，成为英国的热搜话题。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日本，那日本的关键字就是苏丹，这几天的国际新闻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发生的这个内战的关系，所以而且越演越烈，死亡的人数到台湾时间的19号已经超过了270个人，而且超过2600人来受伤。那这个他们国内的这个治安也就是越来越恶化，所以日本政府就宣布了要开始派遣自卫队的飞机到苏丹把日本的侨民接回来。那目前苏丹境内大概是有60名的日本公民，那这个他们的内阁
官房长官有开记者会，是说目前没有接到有任何就是日本的公民在这样子的内战里面受伤，但他们也知道，其实就算发生。就算没有受伤，在发生内战的地方，你要获得食物跟水，或是确保接下来的安全，都是很困难的，所以才希望把他们的国民赶快都接回来。所以，就日本人也很关心这件事情。对，我有看到一个相关报道说，这个两大山头军派嘛，这个军阀感觉像军阀在争权夺利，最苦的是民众。对，对，民众死伤无数，哎，很可怕。好，我们再来看南韩哦，南韩的热搜关键字是东滩租屋诈骗。哎，租屋诈骗就让我想到，哎，台湾也蛮多诈骗啊。最近我还听到一个新闻是说，好像有人是带他去看房子，就诈骗他把他囚禁这种的，好像台湾现在有类似的状况，所以要特别小心。好，那韩国的诈骗状况是什么呢？这个是在南韩京畿道华城市的东滩警察局哦，他们说陆续有接到数十起的民众报案说被租屋诈骗了。他们是这个东滩的一处公寓的承租人哦，他们在几个月前这个租屋期满之后，没有收到房东退回的保证金。那这个房东疑似是一对夫妻哦，他们在京畿道有多地置产，所以名下有多达250间房哦，真的是包租公包租婆。好，那他们也委托了一间房屋中介来管理，结果这个房东好像缴不出税金，所以想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转让，但是他们委托的这个房屋中介都倒闭了，所以这个夫妻竟然是直接传简讯给承租人说，哎，拜托你们买下房屋，对不对？然后呢，但这个举动哦，这个房客就拿不回他的保证金，然后还需要再承担房屋基建的2000到5000万的韩币税金。好，大家就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个诈骗呢？明明就已经买下房子了，对不对？好，其实因为他们这个韩国的租屋哦，有月租也有全租型的，就有月租房跟全租房。月租房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每个月缴给房东的钱，但他们的全租房哦，就是你缴房价的3到8成保证金。就例如说你这个房子的套房是100万台币的话，大概就要缴30到80万的台币，这个叫保证金，你就跟房东谈，但是之后都不用再缴房租了，就是月缴管理费跟水电瓦斯就好。所以有些人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是划算的。那我也上网去看了一下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时候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等于是房客先借你一笔钱，可以让这个房东去做额外的投资，他就不用跟银行借钱，因为当时银行也不借一般的民众，所以这是后来韩国特有的一种租屋文化。结果现在让很多人哦，就是受骗，因为他可能已经缴过这个房保证金，但是后来在买房子之后才发现，哦，房东还欠这么多钱，然后我那笔保证金又缴不回来，所以这个部分让韩国人蛮关心的议题，所以成为了韩国的热搜。对啊，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他们要正常生活都没办法，有点像就他们自己讲的地狱韩国的这种感觉。没错。好，我们接下来看到香港啊，他们这个发生了港岛停电，就成为他们的这个热搜关键词。看来不管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停电都会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这个香港的港湾区在19号凌晨的0:45的时候出现了电压骤降的状况，所以电力就中断了，然后整个区域呢就停电。那大家知道停电会造成什么事情吗？就是可能基地台没有讯号啊，路上没有路灯，然后或者是没有红绿灯。网络不能用啊。对啊，最严重的就是网络不能用。大家应该最关心这件事就是网络比马路重要。哎，这倒是真的。而且因为它这个停电的时间是在凌晨的0:45啦，那它虽然只停到一点哦，这停1点左右，所以只停了大概15分钟，很快就恢复了。但大家还是很不满，因为这个时间虽然说早不早，但说晚也不晚，也有很多人可能还在外面就是行走，或是还有一些活动这样子。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可能被关在电梯里面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就这个当地的居民就觉得很生气，说，哎，这个香港的两家电力公司在3月中的时候才涨价，那一户每个月的电费可能要多台币60几块这样子，那你涨价，那为什么这个电力没有办法好好的维护好？然后后来这个电力公司有才说，其实是他们在凌晨在进行保养的时候有这个设备故障，所以才导致停电。对，像我们4月也涨电价，所以如果接下来6、7月也缺电或跳电，我看大家也会
会疯掉，因为很热，就会断呢吼。好，来看台湾，台湾的热搜话题是严清标。严清标大家都不用讲了，这个台湾人都非常熟悉他。不过他会上热搜关键字哦，跟大甲镇澜宫自然是有关系哦。其实大甲镇澜宫是暌违三年再次这个绕境重新开跑，那大家。这个他是这个灵魂人物嘛，董事长彪哥哦，他其实身体没有很好，但他还是亲自出席了。但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画面上哦，蛮虚弱的，然后走路也比较缓慢，然后上台致辞还需要别人在旁边搀扶，脸色也不太好，讲话也有点微喘，确实哦，身体是有微恙。那他原本是在高雄有这个。宋一有在做治疗，但是他特别请假来参加这个大甲妈 Kika 宴，所以大家就很关心他啦。那他就讲说，这个要来扛轿说一声都好处理，不要用抢的、哦，因为打架都算在他头上。哦、然后这个场还看到那个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哦，所以确实蛮有话题性的，所以成为了台湾的热搜。对啊，毕竟要开跑了，大家可能也很关注到底会不会打架，因为好像变成例行公事都会发生的、哦。对，所以还是冷静一点，大家。对，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新加坡关心的是好莱坞影星强纳森·梅杰斯，那就稍微回顾一下啦，他就是在主演这个漫威电影《这个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中饰演大反派征服者康。那好，他演了 这一部这么火红，就是这么受欢迎的电影，当然好像要火红起来。然后上一次刚好上一次是我来跟大家讲说，他有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有发生家暴疑云啊、嗯，所以就被逮捕。当时的这个经纪人还说，哦，这个指控很快就会被撤销，都是误会。但是没想到呢，现在时隔几个礼拜，他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他几乎是完全确定说发生了家暴的这种暴力行径、哦、所以被经纪公司开除。所以现在外传呢，漫威也打算可能会换角。哇，可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因为除了刚刚讲那一部电影之外，他已经参加了洛基第二季影集的拍摄，而且预计拍摄后面的复仇者联盟系列。那一个人换角，那恐怕牵动的影集就不在少数了、啊。那可能也带这件事情，可能也让他后面的心路会非常的难走。对啊，所以真的要很谨慎的做每一个行为吼、跟话语。好，知道观众朋友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接着我们用 Google Trends 带你来热搜，看看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还是在美国的热搜话题，请伟成帮大家分析。好，美国关心的是足球赛，其实这个赛事很热门，除了在美国很热搜之外，在英国、南韩、香港，甚至是台湾以及新加坡都很关注这一场欧冠的八强赛，是由拜仁慕尼黑对上曼城，而曼城在比赛之中呢，第一个回合就取得了3-0的领先，那下半场也靠着哈兰德的进球取得继续领先。但虽然呢，这个拜仁有在比赛的末段有靠着罚球将比数追平啦、啊，但最后呢，还是以曼城的4-1的总分晋级了欧冠，然后进入了四强的这个比赛。所以对于曼城这个球队来讲，他们已经连续三届抢下四强的门票，而准决赛会再一次对上上一届的四强的对手皇马，所以下一场比赛就会成为很关键的一场比赛。所以最近这个体育赛事又成为我们这个 Google Trends 每天的热搜话题。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话题就不是体育的消息哦，是 CBI 什么呢？它是简称哦，就是企业游说团体，叫做英国工业总会，那里头有牵涉到一些像是丑闻的状况啦、其实是他们的前总干事叫做丹克、哦、他有涉嫌对同事做出不当的行为，不过在调查阶段他就遭到开除了、哦、那当然最近这个卫报也有在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女性、哦、大概近十几位，他们就控诉说其实工业总会在里头有一个问题的文化，就说其实成员的这个高阶人士有不当行为、然后有蛮多女性是受害者。那后来这个刚刚我们不是说这个前总干事丹克嘛，他有被这个指控，然后后来又被离职哦。那他最近也有在这个BBC 专访的时候说，他确实有因为不当的行为
让人家感到不适，他为这件事情道歉哦，但他不认为这是自己必须要遭受解雇的下场，因为他说这时候是在这个加入工业总会之前发生的，所以他觉得有人刻意把他做相关的连结。但这种说法又让前工业总会的职员非常的愤怒又很不安，然后他说他觉得丹克试图要淡化自己的不当行为，非常生气，所以他希望这个组织应该要赶快帮他们发声，不要再有这些东西产生。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英国最近蛮热的一个内政的一个话题。好，所以真的是要尊重这个身体的自主权啦。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日本的这个热搜话题是日食。好，观众朋友可能昨天没有办法看到，因为昨天台湾天气不太好。对，而且什么雨炸中台湾嘛。对，所以大部分的台湾观众朋友应该是透过像是 YouTube 这样子天文馆的转播看这个日食。因为这个日食发生在20号中午的12:30开始。那这对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暌违3年有再一次有机会可以观赏到日食的现象。那有这个民众可以在冲绳的这个石垣岛这边下午的时候有观测到覆盖面积最大的瞬间，而错过这一次其实不只是日本啦，包含台湾就必须要等到2030年之后，而且日本人还要特地跑到北海道地区才能再看到。所以这种天文奇景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法，蛮稀有的，没有错。好，我们再来看南韩，南韩的热搜话题是谷雨哦，有对24节气蛮理解的，就知道说其实在4月20号这天是24节气中的谷雨，那这就是农民春耕完毕的望雨心态，你春耕完毕就希望有雨下嘛，它才可以长出它的这个生长。好，所以被称为谷雨哦。那谷雨当天呢，因为冷暖空气在朝鲜半岛上空交汇哦，所以他们的中南部地区也降下了零星的阵雨，也缓解了这个南韩有些紧张的旱情哦，所以现在在南韩的气温，如果要去韩国的观众朋友，我们也提供给您一下，首尔仁川的北部城市最高温是17到22度之间，南部城市大邱釜山哦，则是在27到30度左右。这算是已经到了初夏的水准了，对，但是要小心温差很大哦，这个晚上是10度以上的天气，所以如果要去南韩哦，这个要洋葱式的穿法，对对，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确实，我们最强春雨也刚来嘛，但是南部的水情没有太多的缓解，对，而且听专家说可能要等到梅雨季之后才有办法真正的缓解，所以可能要再等一个月，因为5月中才会梅雨。所以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对，这是全球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对，你看连南韩也是类似的情况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这是香港热搜关键字是也门。那我们知道也门其实一直在发生这个严重的这个内战，而他们就是在首都有一处正在发放慈善物资的发放点，在19号的晚上发生了踩踏事件，而这个死亡的人数飙升到85人，然后超过300个人受伤。那这个伊朗政府支持的叛军青年运动是有发声明说，当地的商人在19号的晚间在一所学校进行赈济的活动，那有很多的民众参加，大概有上100个人。那可是这个青年运动就表示说，哎，这个活动没有跟当局进行申请，就随便的发放这个资金，所以最后才引发这场憾事。但其实有部分的目击者是说，其实一开始大家就只是乖乖的去领这个资金而已，因为毕竟没多少钱，就是9美元，台币大概270元而已。是，对，那其实是一直到了青年运动，有一些武装的成员拿枪，就是在对空中鸣枪，然后甚至有击中一个电线杆，引发这个爆炸之后，民众才觉得很恐慌，然后开始逃难，最后才造成这个踩踏的悲剧。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故意的呢？就有一点像是青年运动的问题啦。对，所以你看这个香港关心也门的状况，不过台湾的这个新闻媒体比较少有讲到也门，所以你看我们的 Google Trend 就会带你来了解说各地都在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你看之前南韩踩踏意外我们就有大篇幅报道，不过这个可能稍微远一点点啊，所以我们要用 Google Trend 带你来热搜。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啊，台湾的热搜话题是龙应台，其实我蛮喜欢他的，前文化部长，我蛮喜欢他的书的，对，他整个的散发的气质就是蛮不一样。好，最近为什么会成为这个热搜话题呢？原因是因为他
这个投书纽时哦，然后他里头就讲说，哎，一枪未开就已伤台湾，说什么呢？当然是说两岸的问题哦。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哦、其实他就是以台湾朋友间开始反目为题哦。他说他跟台北的朋友最近在脸书哦，看到他有一篇比较情绪性的文章，然后呢敦促台湾年轻人准备跟中国开战，然后他就认为说哦，其实中国的夺岛威胁唯一的方法是动用武力。尽管他已经年过六十了，但他发誓必要时还是会拿起武器、哦、因为我们保卫中华民国嘛、嗯、其实我也是一样哦，就是不管什么样子武器，只要能为国家奋战，我们都愿意。当然好，但问题是哦，人家中共都还没有说要打台湾，但台湾现在内部已经很分裂了、嗯、所以他今天在这个纽时上面，他就是投书说，他认为说武力只是台湾战略的一部分哦，我们的政客跟其他的公众人物应该表现出真正的勇气，通过接触中国来和缓局势，因为他觉得说就这个状况就是一定会持续，而且中国大陆一定会崛起而越来越强。他说大家都是在指责某人舔共啊，或者是反中，他说这种煽动紧张已经成为常态，他说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恐惧正在摧毁我们辛苦建立的民主社会。其实他的文章很长，我也讲了蛮多的、哦嗯、但是我觉得他的主要的意义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还不需要用武统的方式、其实台湾就已经在逐渐的分化分裂了、嗯、那这也是我对于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有这种感觉，也可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后续可能也会有一些节目上可以再来做分析，因为马上就要2024大选了。对，那这件事情对台湾好还是不好？我们必须应该要团结一致。那怎么团结？可是也仰赖说，可能接下来候选人必须要做出一些态度。你到底是要跟中国走什么样子的方向？这可能都是一个问题哦。那如果观众朋友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或许我们也可以告诉这个蓝绿白不同的候选人有什么样子两。案的解放，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就是很值得大家来讨论一下、嗯、因为像选举这种事情、哦、大家应该也都是会有一种这种你一边我一边这种感觉，好像谁就是就是统派，谁就是独派，好像也不这么的直接了。对 对所以就是很值得讨论，尤其是在这今年的这个情势是需要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新加坡他们的热搜关键字是特斯拉。吼，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二十号真的是马斯克非常暗淡，可能有点伤心，遭受打击的一天。哦，他在19号的时候，公布了上一季的财报，他的上一季的营收是233.3亿美元，虽然比分析师预估的稍微高一点点哦，比去年同期增加24%，但是净利是下滑的，也下滑了24%，也就是比去年第四季减少了近12亿美元。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工厂还没有充分的利用，导致毛利率来下降，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因素，所以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获利这么多。而马斯克他其实有预估说，现在全球的经济的状况都非常的不稳定，所以预期之后的这个购买这个车子的销售量可能也会下滑。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特斯拉已经多次的调降了他们的电动车的价格，然后在甚至部分地区有调降到20%多。但他是认为说，虽然调降会让他们的获利变少，但是他们确实有提高他们的销量了。